本分局为维护春节假期治安平稳，针对辖内酒店、KTV 及移工舞厅等易生治安问题之处所，结合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及桃园县兵队共同实施威力扫荡勤务，共计查获刑方不明移工四名。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生问题之治安要点，实施零检查查勤务，让民众安心过个好年。